慈悲喜舍四个字说起来简单，没去做无从体会。在我加入慈济以后，我就有些许的体会。我刚进入物流的时候，经常要搬这些，每箱二三十公斤都有，所以有四个月的时间，我有三次的闪腰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会吃掉了。但是因为这些物资的背后是上人的悲心，是用来传法济世的，所以于心不忍了。后来我就上了健身房锻炼体力，渐渐的就可以胜任了。或许这就是上人所说的不求责任减轻，但求力量增加的写照。救人一命，福生几身。我经过大概一年的见识，参加国际认证，作为关怀小组志工，在劝随的过程中，遇到最挫折的是，我们配对上，他本身愿意捐，家属不同意，我们就很难处理。就是一定要有很坚强的捐赠意愿，我们才可以继续做下去。造血干细胞捐赠是很直接的，救一个人，救一个家庭，他们都会很配合完成这个捐赠。捐赠者有那份救人的心，让我们感同身受，我们尽力去陪伴他。慈悲喜舍是从做中得，不是从口说文字中得。读经重要，行经是更重要的。